我也觉得森林从不止于酸甜苦辣。人们把涂抹大量酱之后油煎出的风味称之为照烧。绍酒、冰糖和酱油是照烧三兄弟。绍酒和冰糖先入锅，片刻之后酱油便粉末登场，文火熬制鱼眼状的小泡噗噗地向上冒头，便是一锅完美的自制照烧酱了。鸡腿肉是照烧酱最熟稔的搭档，用酱汁涂抹全身，腌制一个小时，先让它做一个照烧味的美梦。平底锅加油，将鸡腿两面煎熟，豆油与肉类碰撞出美拉德反应的芳香，照烧酱则油表极里凝敛酱香，悄然入味。浓郁的照烧鸡腿配上米饭，便是一顿最简单的午餐。它曾经丰富过古人单调的餐桌，今天则慰藉着上班族空乏的胃，人与食物就这样构筑起了温情的羁绊。